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克隆战啊，这边继续用这个孙悟空，搞了个至尊宝的皮肤，趁打折最后一天吧，很狠心，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这个皮肤。感觉孙悟空也是挺好运的，他这把居然是打了吕布啊，有点难啊。上一周打吕布我是出漏，最后还是推塔把他推赢了啊。毕竟我们灵活，跟他们硬扛是打不过的。不过这次我不知道要不要出漏，再出漏的话，伤害是抵不了多少，但是血量会叠加上去的。血量叠加上去以后也能扛一下吧，不至于几下就被那个就被吕布给搞死了吗？我这把看一下要不要再出漏啊？我先把这个，先出两把剑吧。先出把吸血之刃，然后再出黄玉吧。我还是觉得还是出肉比较安全一点，毕竟他们都是那个血多肉厚的。我到后期，哎呀，两个围攻我，要死！根本不好打呀！这几个人都是随便开个一技能，我操，每人刷一下就一条命半条血没了。哎，来打我呀，小样！来打我呀！哎呀，调戏我哦！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？臭不要脸！你以为站在那里我就去打你啊？我就不打你，谁不知道你的计谋？哟，触我回头！哎呀！给个面子！哎呦我去！至于吗？我操！我连个助攻都没有，至于吗？哎，太狠了啊！我以为他不会追我了，我故意放慢速度等他。早知道我直接拼命跑了，求送至尊宝皮肤，搞死你！这一下总算是啊，拿一个主攻了吧？哟，来打我，我在这里。哎，打不到我。哎呀，还是被你打到了。来一下，开个风筝跑。再打一下。哟呵，长歪了吧？走了。就挑衅你们这些小吕布啊！以为你们个头大啊，就欺负我们。我去打个蓝 buff 啊！如果非要把这口牌加上一个期限，是不是一万点？他们都出路。趁机时间多打野花玉一下。我准备还是搞漏吧啊！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。哎，看来前期我们是有优势的，到后期就麻烦了。后期他们开个大。就跟你干了怎么地，哎呀哇，吓死了啊，就剩丝丝血啊，还好及时补了一下血啊。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我觉得还是把无尽战刃也出了吧。这两把剑神器啊，左手一把无尽战刃，右手一把气血之刃。想跑，小样往哪走？就留下吧啊！太猖狂了，感觉对面吕布不傻吧？不怎么地嘛，你看，
他们应该都不需要蓝的，这个就交给我们拉过来，拉到草丛里。哎，不需要拉的，其实，因为他们都在打人，没人看这个。你们打吧，我在这打打野，发育一下啊，清理你们家的野区。你们家都没人打野，太不敬业了啊！我就无私的帮你们打野，你们不要感谢我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偷一个人头什么的啊，打一些残血的。哇，一个个血流量这么多，我都不敢打你们了。呦呦呦呦呦，经不起你们几下刷的啊。敲他，敲了他就是我的人头。叫你们不能待在一起，知道不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你们两个后悔莫及。哎呦，吓死宝宝了。就一个啊，就一个，你们先打两下，趁个残血我来补半啊。我来最后补一半。哎呀呀呀，追不到了，慢了一步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留着青山在啊，不怕没柴烧，下一次就不会换过他了。兄弟，拆塔呀！你在干嘛？他们家都没人打，打野。哎呦，又来了！哎呦，被闪！快跑，快跑！我没血了啊！你们烂，你们烂！哎呦！我就在，哎呀呀！这些人疯了，疯一样的追我，还好我机灵啊。也又一个，有完没完你们？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女主人将会彻底爱上。操，这背后又来一个。哎，搞得我残血好辛苦。来了来了来了了！哎呦喂，我操！快跑快跑！呀！你们有完没完哈？死了！哎呀！他好，最后还是被他抓了。这群吕布太贱了，不抓我誓不罢休的样子。他们也被我们牵着鼻子到处跑啊，我们猴子四处乱转。今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我鞋子还没出啊，等无尽战人出来以后，来呀、啊、来来来追我，就你那体格能追得到我吗？他们都去追他了，看到残血一个个都是像二郎一样啊。怎么没有兵线啊，那边进屋不了了，那边已经有人过去。
断你们后路。哎呦，又来一个，你追吧。我方高级防御塔已经拆掉。孩子在我心里面。这两个混蛋老追我，来来追我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哎、哦、我的天！哎呀，我的天！要死了！狗死狗死！哎呀！不行了，我要出黄玉了，再不出得漏，被他们追死了。偷塔偷塔，这都没法偷啊，被打得四处跑，根本没法跟他们团。好，这边上路有个，下路有个偷，他们应该会派人过来啊。再不过来，下路的他们的高地塔都没了。啊，中路交给我们两个解决掉他们。死了！我操！我有点低。都没有打什么东西，他就死了。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心里面流下了一滴眼泪。这边可能就一个吕布了，咱不怕。算了，还是以暴击为主吧。我现在经济都排垫底的啦。我靠，他们肯定都跑上，哎呦，追不到我，一群猴子在这打不死你，先搞死一个再说。我往后走，他们去追猴子，我去追他塔，然后掉个头去下路。跟他们不能玩硬干的啊，要玩这回往下路走，尽量把他们拉到下面来。打得差不多，先去打个蓝 buff 吧。哦哟，吓死宝宝了。进来，我们在草丛里面打，不要干扰别人。好，这回去偷他塔。呀！偷塔总动员，我去偷水晶了。两路分散啊，分开进攻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都回来了，走了。不让你的兵下去啊！哎呦我去，这么多！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来啊，我就在你们后面啊！哎呦，快跑快跑！来，你们打中路，我去偷塔。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
斩假棋手。最后还把个小兵打死。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滴眼泪。手起棒落。哎呦！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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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！怎么死的？怎么就被捅死了嘞？哇！我换那个杀了六次了啊，还没死一次哎，很溜哈。这波吕布很伤啊，居然团灭了快，家都不要了，这吕布还在外面玩。吕布这波守不住，他就输了。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开始撤退。现在他们都复活了，哇，天，超神了！打吕布都能打得吕布超神。我来打主宰，我打暴君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引过来哦。投降。对面投降了。哎，平身。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就会彻底的爱上我。就从你们的大过去。哇塞，我的分身直接被他们削死了。我靠，受不了！太暴力了。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。卡了卡了。我爱你。靠，刚才卡了，镜子都不会动了。他们五个聚在一起啊，这个还真不好惹。哇！被他们压着打。四分之一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就爱上了。哎，好，家没了，光知道追我们。没了守家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看、啊、我居然，两位超神，我都没什么战绩，我是在那东跑西跑的。